内容我们主要以武当山的这个太极拳 为主。那我们武当的这个太极系列呢，它是三个步骤，叫做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。那无极所指的功法是什么呢？指的就是我们的站桩打坐。它这个目的就是在聚，聚则生，在聚的过程中啊，能让我们生命得到延续啊，身体各方面得到新的生机，它是无极功的作用。太极功是在运，运则通，通畅，畅通气血。所以太极整个拳法的变化是在运的过程。两仪功是练自刚自柔，刚柔相济啊，所以它是讲究是发，发则功，发出去了，把气发出去了，就是可以达到聚集的一种目的。说聚则生是无极功的作用，运则通是太极功的作用，发则功是两仪功的作用。说三者兼修就可以达到养生聚集都结为一体了。